慈济57周年庆即将到来，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志工从4月24日至5月11日，一连18天在槟城静思堂与静思精舍同步礼拜法华经。在经文中，因为平时在品书会有一些学到看到一些经文，所以多多少少都可以体会到这一个德行品跟说法品的多多少少一些意思。其实对我来讲，路途来回60 km 不遥远，因为往往这个莫三比克的故事是我的一个推动力，来感恩堂拜经就好像我们去了灵鷲山，所以这一个感觉是很宁静，所以是应该要来的，都要把握因缘来这一边，不管路途多遥远，只要有心就不难。礼拜完毕，志工配合经文轮流分享相关的慈济事迹，让志工更了解法华经的意义。无量义经第三品十功德品，上人把慈济称作为功德会，原来就是在慈济的一个家庭里，不只能够我们能够实现教导我们实现菩萨的精神，在这个学习的道路上，我们在利他的过程中，不但能够自利，也可利利他，这也就是能够使自身的改变，也可以改正他人，能够改善自己的家庭，也能够大同世界，这就是菩萨的精神，也就是众生平等的教育。虔诚礼拜法华经，凝聚众人心念，为世间祈福。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庄明月、刘信盈、李建中，马来西亚报道。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